这草莓不错，甜。还有吗？有。我去给你了。小金猪，我吃完了，再帮我加点。怎么了，小金猪？原来是你啊！什么？你八卦跟人家说我们在吃草莓啊？哦，你说纳宝那幅画是吧？他问我枪尖刺干嘛呢，我就说你们两个吃草莓呢。哎，相识于微嘛，是吧？都是好朋友，以后你们结婚，人家肯定都会来的，对吧？你别害羞嘛，习惯就好了。嗯，那行，我不说了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帮我把草莓照上。下雨了，哦，但是我的车被王可借走了。下这么大的雨，回去也不太方便。要不今晚住这儿？啊？要是十点还下得这么大，今晚就住这儿吧。你睡我房间，我跟绝美睡一起。我明天要早起，你睡醒了可以自己回家。你要早起啊？嗯，早班。哦，那我就住这儿吧。刚刚还在犹豫，怎么忽然就答应了？没关系，你要实在不想，我可以送你回去。嗯，你要早起又要送我回家的话，来回折腾睡不了几个小时了。没事儿，我就睡这儿，明天我自己回去。放心，我什么都不做。没什么不放心的呀。我去给你热杯牛奶。你是不是去医院啊？我替你送车回去。不用，看我就别客气了啊。他今晚住这儿。啊？住这儿啊？哼，我什么都没问。我什么我也听不见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喝完可以去刷牙了。嗯。洗手间右边柜子下面的第二个抽屉，里面都是新的洗漱用具，你直接拿出来用就行。嗯。想穿哪件？啊？当睡衣。哦，哦，我都行，都可以。那就这件。嗯，我再拿一条裤子。那我出去了，你可以洗澡了。哦，
隔壁房间的门我不关，你有事的话直接开门叫我一声。晚安。晚安。哦，对了，我明天可能会很早回来换衣服，所以不要锁门。你们出来了？睡觉啊。你去哪儿睡觉？不是，你要和我睡啊？不和你睡，和谁睡啊？和女朋友睡啊。他喜欢睡硬的床垫。应该已经睡了吧，不过他们这里隔音很好，就是没睡也听不到吧。根本就睡不着好吗？妈妈，半夜去哪儿啊？去找红罗。爷，